一下，好不好？一起点点预约啊。屋里每天煮水放一个嘛，放一个就可以了，秦姐姐，放一个就可以了，它真的帮助很大，它真的帮助很大的啊。因为拍了三单，如果说你那个地方像我们这里已经很凉了，那你不用放冰箱。如果说是很热很热的地方，你们就放冰箱，因为很热的地方它高温哦哈，它会粘在一起，因为它有糖分嘛。脸上是包子粉，哥姐们，你是不是石头老婆？我现在不是啊，哥姐们，我不是石头的老婆，我不是他的老婆。我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，哥姐们？200个灯牌还差100多个嘞。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都吃饭了没有？吃了的家人们，你们打吃了，吃了家人打吃了，没吃的打没吃。我看一下多少人还没吃饭。谢谢生，不谢呀、啊，这不是我应该的吗？这是应该的呀，点过了也关注你了，谢谢您，谢谢你们的喜欢，谢谢大家。哇，我们直播间18万人了，结婚了吗？我之前结过，但是我离了，我现在还没有结哈，哥姐们，目前就是。我这种离婚的，目前是我应该介绍我是单身吗？可以介绍单身吗，哥姐们？可以吗？正在吃哦，方姐姐正在吃，先吃啊。是就是，怕啥？我们还没有结婚，所以不算老婆吧？不算老婆吧？没吃，我们也不吃。真的假的？可以追你吗？啊？可以追我吗？可以追我？我这个我有男朋友了，哥姐们，看着你这个主播很接地气。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正经大山里面的人，有孩子吗？我有孩子，哥姐，大主播，我哪是什么大主播哦，家人们，不是什么大主播，不是单身，熬出头了。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，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鼓励还有陪伴，然后让我有了今天。我觉得有你们是我的幸福，是我的幸福，是我的幸运。我就是何其有幸啊，能在茫茫人海中遇到我们直播间这么多家人们，你们陪着我，你们鼓励我，你们陪着我一路走到现在。哪怕我自己做的那些就是感觉笨笨的，你们也一直陪着我。我觉得我很幸福，很幸运，有你们。石斛煮水、煮粥、煲汤都可以。对，孩子是跟我的啊，家人们，孩子是跟我的。石头在做饭，他煮面条去了，一会儿煮好了就端上来了，煮好了就端上来了。哥姐们点点赞，200个粉丝灯牌，104个了，还差96个，还差96个。哥姐们有条件的帮我们亮一个好不好？赶快和石头结婚吧。我们两个的话，就是要结婚的话，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问题哈，所以我们也说了，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了，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了。石头是谁？你们不认识石头吗？我一个人就可以帮你完成心愿墙。不不不不不，不是不是，哥姐们不要一个人啊，一个人的话你会花很多米的。我们有条件家人们一人亮一个灯牌好不好？一人亮一个，不用刷小星星。富姐姐，石头不是你老公吗？石头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还没有结婚哈，哥姐们，我们还没有结婚。谢谢有岁月姐姐，谢谢花开姐姐，谢谢你们的灯牌，爱你们。一人亮一个就可以了，因为要花一毛的，哥哥姐姐们留着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哈，不用刷10个。家人们，你们怎么这个样子？你们乡也没这么多人吗？相当于一个镇的人到你家做客了。对，石斛还有吗？啊，石斛有多少人没拍到石斛呀？有多少人没拍到石斛？我看一下，哥姐们，我看一下石斛有多少人没拍到，没拍到家人们扣一。主要是新朋友这样增加人气，对，新朋友这样增加人气，有条件的就亮啊，没有那个灯，没有那个的就没有，就不用亮了。如果你们没有那个痘痘的就不用亮了啊。想要石斛的家人们扣一，我就加这一波了好不好？就加这一波了。石头是单身哈，家人们不会拍，我不知道咋拍不了。不会拍的哥姐们，就是弹出来那里有个购买，我给你们找石斛哈，一个人啊，就一单啊，好的，一单马上给你上啊，直接上石斛。今天还有什么可拍啊？你们真的是什么都要开，男朋友开大公司，好好一起经营直播，别干了，苦难婆心的多累。不管我的男朋友是多大的老板，不管他是贫穷还是富裕还是怎么样，我都会做我自己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靠自己才是实打实的，而且我觉得靠自己的话很光荣，很光荣。哥姐们
石斛切片弹出来了啊，你们自己去拍，还有个两单，连续三天200,000人，你的努力没白费，谢谢大家。我想看看石头，看他能不能配得上。他在煮面条，哥姐们，等他煮好就上来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在直播间陪一下。开公司就为了直播呀？不是的，他的公司是做线下的，他的公司是做实体的，不是我这个的。我们两个，他做他的，我做我的。怎么可能开公司就为了直播？那还开个公司干什么？是不是？石斛就叫石斛，学名就叫石斛，你们可以去搜一搜哈，他就叫石斛。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们解释了，真的好喜欢你们，谢谢谢谢哥姐们，没有米哪有心思直播呀？我们直播就是为了赚米啊，我们卖货就是为了赚米啊，哥姐们，你刚才不是拍成功一单了吗？对，我也是做实体公司的哦，石头也是做实体公司，他做线下的。石斛不是种的，是山里面摘回来的，采回来的。葛根粉很好，自己也不识货，与藕粉区分不出来。葛根粉跟藕粉还是有区别的，哥姐们，你们自己去吃，你去闻味道就能闻出来了。你是哪里的人啊？石斛应该是安徽霍山的哈，安徽霍山是种植的，云南山里面的是山上的啊。女人就应该有自己的事业，这就是底气。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我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不管石头他是小老板也好，大老板也好，不管他是贫穷富裕也好，他好的时候他做得好，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事业，别人也不会再说我配不上他。他不好的时候，我做的事情我也能够帮衬他。你们就是我自己能做的事情，我觉得我就是有底气的，我就是自信的，我就是靠我自己的，我很光荣。你们觉得支持的家人们你们扣个一，支持这样子支持我这个观念的家人们你们扣个一，支持这个观念的人扣个一。包子粉上一点呗，包子粉，我养你是一句笑话。对呀、啊，小涛姐姐，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养你，我觉得就是靠自己，就是很实在的。就是石头的话，不管他是大老板还是小老板，他开一个公司、两个公司，哪怕他开100个公司，我如果就这样子闲着让他养我，他是会养我。但是哥姐们，十年后、几十年后呢，就难保他就会看着你就会很烦躁。也不好说，对不对？但是自己靠自己的话，我自己靠自己，我不管说我是一天挣80也好，100也好，挣200也好，我靠我自己来的呀，我能自给自足，我不用再手心向上的去过日子，我全部靠我自己。我觉得我很光荣，我也没有想过要靠任何人。我跟石头在一起就单单纯纯的因为爱情，就是因为我喜欢他，他喜欢我，没有因为任何经济上的问题，明白了吗，哥姐们？不是不是，哥姐们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说有一些那种啊，但是就基于我跟石头目前的这种情况的话，我自己可能是我自己的话，可能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没有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哈。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跟他现在还没有小孩嘛，有小孩以后我们肯定会有一些调整。第一次看到这种衣服啊，第一次看到吗？你们看到的有点村是不是？你们吃的都，你们看到的都是外面那种。你现在要注意说话了，人气高了会有很多人来黑你的。我就是我，有什么就说什么呀。这种衣服不是年龄比较大的穿吗？啊，我就是穿这种就方便啊。那买的桑葚干怎么还没收到货？你哪一天买的，秋风姐姐？一般的话3到5天哈。来，石斛下掉了啊，3、2、1，直接下了。石斛下了，跟你们聊聊天，我跟你们谈个预约。谢谢谢谢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都有点冷了，我都想去加点衣服了。我把石斛给你们下了啊，有点凉飕飕的。昆明云南这边已经很冷了。8号买的，8号今天几号呀？你查一下订单来，姐姐，你查一下订单，你可以去那个我的里面查一下订单。在云南待了6、7年回来，长大后还没去过云南。哦，那你现在是在哪里呀？这位应该是妹妹吧，我看你名字看起来很小，想看看你老脸怎么了，脸上是包子粉啊。快递很快，3、4天就收到的。你是在哪个地方啊，姐姐？秋风姐姐，你可以查一下物流，你可以查一下物流，我们全部都给你们发走的啊。江苏的，现在正在昆明。哦，那你离我们不远。石头在做饭，对，石头在做饭，他一会儿就上来了，你们等一下好不好？你们等一下，哥姐们，我们有条件的亮个灯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一起点点预约，点点预约啊！明天带你们去石头的公司去看一下，去逛一逛。
在上海哦，那好远的咯，上海是大城市，我还没有去过哎，我只去过浙江，然后去过温州，去过那个厂里面，没有去过外面。谢谢袁姐姐的灯牌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家人们，你们有这个的可以帮我们亮一下，还差八十个呢，还差八十个呢。真的有点冷。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欢迎大家，晚上好。我们今天煮面条吃。你们就是对我们的故事有什么想知道的、想问的，你们都可以问我们。我们直播间18.9万人了，哇，我们这两天真的人气好高。新朋友给珊珊点点赞吧。对，哥姐们，你们有条件帮我们，你们就是手上空的没吃饭的家人们，现在没在吃饭的帮我们按一下大屏幕好不好，就是按住这个大拇指就可以了，不用一直点。预约发了，哥哥姐姐们，预约我发了，如果你们看不见预约的，那是已经点过了的哈，看不见的已经点过了，然后看得见的家人们就可以点一下啊。哇，好多人送灯牌，现在好多人送灯牌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是公司吗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加粉丝团一家人，哥姐们，云南哪里？我们属于山里面，小孩子可以吃吗？石斛吗？石斛小孩子可以吃，石斛小孩子可以吃，石斛的话5岁以上的就可以吃了。欢迎新朋友加入一家人，一家人大家庭，欢迎大家啊！谢谢谢谢你们。哇，天涯姐不用一直。不用送这么多礼物，不用送小星星哈，有条件的亮个灯牌就可以了，不要浪费米。你们送一个小星星要花一毛的，留着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好不好？不要浪费。脸咋了？脸是那个包子粉哈。我们的故事的话，其实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如果说相信的，你们就相信看，不相信你们当故事看没关系的，好不好？在云南玩3个月，20号回家说啊，好潇洒呀，好潇洒呀。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谢谢大家。后来结果呢？后来结果就是现在我跟石头是我们两个是谈恋爱啊，哥姐们。有多少新朋友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？想知道现在我跟石头怎么样的？扣个一好不好？第一次来的想知道我现在跟石头怎么样的？你们扣个一，你们扣个一。你和石头是剧情还是肾？我们是真的哥姐们，他就是给我分享，他就是记录了我们的普通的生活，分享在网上的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跟石头的话是我们是属于谈恋爱的关系啊，谈恋爱的关系，恋人的关系，恋人的关系。然后我们也还没有结婚，如果我们结婚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就是记录下来发给家人们看的，谢谢你们的喜欢啊。其实我们也只是这个芸芸众生里面很普通的一个人，对，很普通的人能够得到你们的喜欢，能够得到你们的喜欢支持，我觉得我们很荣幸，我们很荣幸，谢谢大家。对，我们是现在是恋人关系哈，所以有条件的家人们亮个灯牌好不好啊。我们有石头设了200个任务，他还说一定能完成。你们几个号的视频都看了，祝福你们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祝你们幸福。小客服有专人打理吗？还是珊珊你回复呢？客服的话是那个石头公司的人在回复，因为我的话，我有的时候直播，我根本给你们来不及回客服，哥姐们，客服是石头公司的人，你们一说石头，他们就知道了啊，是石头公司的人，赶紧结婚吧啊。石斛店里买的怎么不一样？因为店里面买的，它有的是那种给你们制，就是加工过的，比如说是那种卷片呀，或者卷过的，或者说是那种粉粉，或者说那种粉粉，明白了吗？我们这个的话是那种原生原态的，原生原态的。脸上是包子粉，哥姐们，脸上是包子粉，灵芝包子粉，快嫁给石头吧，真心爱你的。资助的女孩是你吗？对呀，不像吗，哥姐们？不像吗？谢谢新姐姐的灯牌，谢谢你们，感谢大家，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哥姐们。左边脸最近怎么样？是包子粉，哥姐们，包子粉。但是我们还没有结婚哈，我们如果结婚了会告诉大家的，结婚了会告诉大家的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喜欢、支持还有陪伴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大家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欢迎你们。就是我跟石头现在的话属于什么情况的话，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讲一讲。还在直播几个小时的，4个小时44分钟，4个小时44分钟。我
今天打算播个七八个小时，最近脸色很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江姐姐？可能是因为心情好。那我买一单还有吗？石斛吗？石斛吗？姐姐，你为什么选择先结婚不等他呢？因为我跟石头，我结婚的时候，其实我跟他已经断联了好几年了，直接断联系了。然后我家里面的人，像我们农村的话，哥姐跟城里面不一样，农村就是你不上学之后，农村就是你不上学之后他会怎么样呢？他会让你赶紧去什么早结婚，早结婚。所以我就是相亲的，就跟我前夫结婚了。石斛是这个是山上采的，哥姐们，石斛我踢一下啊，最后两单给你们加一下好不好？最后两单给你们加一下，你们自己去拍。新鲜的石斛，如果是山上采的就要，如果是山上采的就要，如果是那种88到手100克哈，家人们，怎么吃？煮水煲汤泡水都可以，煮水煲汤泡水都可以，就抓抓这样子一小把，15片左右，就是煮水煲汤泡水。要想肝肺脾胃好，石斛不能少。石斛是主要对我们中焦部位，就是我们的后天之本，它能够给你管得比较好，你所有先天之源不好的后天之本都能给你补救一下。石头再给我煮面，你们想看看他一会儿手艺怎么样吗？又要看看他的手艺怎么样好不好，哥姐们，又要看一下石头手艺怎么样。谢谢微尘姐姐的啊，这个长得慢所以才这么贵吗？石斛吗？不，石斛的话你们可以去同母堂看一下，5块一克的。打粉一次喝多少？一次两勺，不要喝，用那个就是倒开水进去，边倒边调，调了它会变成那种黏糊糊的。改天我去打一点粉，然后我拿杯子来调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调给你们看。家里有两个人拍一单能吃多少？能吃多久？两个人如果小脾小胃都不是很好的话，两个人能吃10天左右。100克一个人的话可以吃个20天左右。除了石头吃的鸡，家里还有吗？没有鸡了，哥姐们，那个房子的话现在都没有了，都被嫂子卖掉了。对，就资助他，就是帮他多给我搞几个荷包蛋，应该是做菜了，不然早好了。不知道呀，不知道他干什么啊。打粉的话一次吃那个啊，对，石斛还能那个啊，你们开窗通风的啊，粉咋买？没有粉，哥姐们，小芳姐姐很好，你们先去吃，你们先去感受，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千人千面。我说实话，懂石斛的他一进来他就会说我要石斛，就是很多年轻人就是他上班嘛，就是工作嘛，然后他就是工作压力大呀各方面的，然后他就是感觉自己就是吃东西啊什么的，然后脾胃不是很好的，你们都可以去带。粉粉我们不给你们打，我要给你们看的是真材实料。因为石头明天去公司啊，天凉了去穿衣服，石头上来我再去穿，你们等一等他好不好，哥姐们，你们等一等他，要不我去煮吧，我让他上来跟你们聊好不好，我让他上来跟你们聊，我去煮的话10分钟我就煮好了。近20万粉丝了，山真是好样的，谢谢杨哥哥。有异味吗？没有异味，没有异味。石斛的话就是中焦，哥姐们，其实你们可以网上搜一搜，很多东西我们不能讲得太明白，因为讲得太明白的话是不允许的。然后就是你们中焦这些地方不好的，要想肝肺脾胃好，肝肺脾胃好，石斛不能少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很多人吃完凉的吃完热的马上要跑厕所的会拉的什么的，你们都可以去吃。对，黏黏的那种胶，嚼起来有种清香的味道，草香的味道。对的，哥姐们，就是我们这位丽姐姐打出来的啊。哇，你好懂啊。对，不管你这个里面的哪里全部都能给你管的，就是这种。我刚拍两单能一块发货吗？可以。怎么吃？15片左右煮水煲汤煮粥干嚼都可以啊，煮水煲汤煮粥干嚼都可以，很好的啊。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那种的话，你们的对石斛地下，哇，你们好懂啊。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，真正的仙人的余粮，很难得很宝贝的一个东西。有点不放心啊，什么意思？有什么有点不放心？方姐姐
就像石斛这个东西的话，如果说你们家里面的人就是小朋友这个不好，那好的好的，马姐姐，就是如果说他吃这个不香，那个不想吃，这个不想吃，这也不吃那也不吃，你们就去给他吃石斛，非常好，就给他去吃石斛，非常好。还有就是像我一样一天说话比较多的，我一天现在给你们直播起码八个小时，不然的话都是八个小时以上。像我这样子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，其实很耗气的，你们都可以去吃石斛，太可以了。唐氏依旧姐姐简直就是很对标，简直就是很对标，唐人的吃石斛闭眼去吃，他能够帮你把那个糖挂在这里给你拉一拉，非常好。煮水煮粥煲汤都可以哈，干嚼很简单。不是不是我讲的是什么灵丹什么妙药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但是你们可以网上搜搜，它真的是九大仙草之首。他给我了呀，哥姐们，那三千他给我了，你们看到那个我给他那三千他给我了。那个视频其实是我们三月底的时候拍的，他其实是给你们又发了一次，一次吃十五片，剪成片吃十五片。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破壁机的，你们可以打成粉。家里有破壁机的，你们可以打成粉，打成粉之后舀两勺，两小勺，然后用开水调，调了之后它会是那种就像我们刚刚姐姐讲的一样啊，糯叽叽的，黏糊糊的，很粘牙，有一点点像草一样的芳香味道，不难吃，不难吃的。如果这个脾脾胃这里特别不好，特别不好的，你们就打成粉，早上起来空腹去吃。这个地方越不好的人，越不好的人越要去空腹吃，它 越帮助越大，明白了吗？现在还单身吗？我呀，我不单身了，家人们，我不单身了，现在不单身啊。可以嚼着吃，过去吃都是新鲜，直接嚼着吃，可以嚼着吃的，新鲜的可以嚼着吃，但我这个是干的，有点硬，牙口好的可以嚼，就是怕你们嚼了就是硌牙，很硬的，嚼了之后你们会发现它粘，全粘在牙齿上了，因为它是那种很，怎么说呢，多糖含量很高的。石斛和玉竹有啥区别，哪个好？它是不一样的东西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，针对的地方都不一样。收到葛根粉了，很好吃，是不是？是很好，是不是？兔儿姐姐，我就跟你们说，我们家的葛根粉很牛很牛的。要想肝肺脾胃好，石斛不能少啊！就是这句。跟石头结婚的，我们还没有结婚嘞，哥姐们。石头和石斛葛根粉能同时吃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美阿姨，可以的。石斛基本是就是你们吃的所有东西，几乎90%以上的东西，它都可以同时吃。老公是石头吗？我们还没有结婚啊，哥姐们，我们还没有结婚哈、啊，我们现在就是还是谈恋爱的阶段，结婚了会告诉你们的，谢谢你们。煮粥多长时间？越熬的久越好嘛，你这粥的话，你们想嘛，粥都是小火慢熬的嘛，你煮的时候就放下去了，跟着一起去熬，石斛也吃下去，石斛也跟着吃下去，这个就是个非常好的东西。甜心粉怎么喝？玉蕊姐姐，甜心粉的话直接舀一勺，然后用温温水舀一勺进去，一搅直接就喝了。石头没给你过上好日子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我挺好的呀。石斛如果打粉的话早上空腹吃，如果不打粉的话煮水，你们一天都可以喝呀，反正都要喝水嘛，你就用养生壶煮了一天都喝。你多大了你猜猜看看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来，哥姐们看一下，知道现在干什么？他在煮面条。来，哥姐们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石斛，它是给你们剪好的。这种剪好的话，它就是那种比较墨绿的颜色了啊，比较墨绿的，给你们修剪好的。本来这种枝条的话，你们收到会有那种断的。早上空腹喝甜心粉吗？不不不不不，甜心粉的话，饭后去喝，饭后喝，玉蕊姐姐，饭后喝。一次一小勺就行了，一次用多少，它是这样一小片一小片的，你们数个十五片左右就可以了，十五片左右就可以了。可以和豆浆之类的一起打起来喝吗？可以，方姐姐，非常好。你打成粉，你打成粉之后，就是你喝的豆浆里面，你可以舀一勺在里面跟着喝。石头是单身啊，哥姐们，石头是单身哈，拍了一单。你们真的，我给你们在这讲这个石斛，我下了下了，你们又一直说一直说，下了下了又一直说又一直说。一百克有多少？一百克的话大概就是一捧，一捧这样子，一捧就这样子。
我正在吃，这是多少呀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姐姐没看懂。石斛肝肺脾胃，上次的真虫石斛一直在吃，效果很好。兔儿姐姐，真虫石斛比这个要好，这个要好。而且真虫的话，我跟你讲过了嘛，兔儿姐姐不是那种你这个地方不是特别恼火的，我都推荐你吃它就够了。但是真虫这个的多糖的话，就是山上的话可能顶多达到个十七八，但是真虫可以达到三十八以上，多糖非常好。甜心粉饭后喝，玉蕊姐姐，甜心粉饭后喝，听见少菜了，太能吃了，萍姐姐啊。铁皮的哈，哥姐不是铜皮。石斛能包饺子吗？不要包饺子，不要包饺子哈，不推荐包饺子啊，不推荐包饺子。糖糖上去的人吃石斛非常好，他能帮你下来，特别是糖特别上去的管不住的，你们吃真虫非常好。昨天的一单地址错了，现在能改吗？啊，这种的话，哦，我一会儿问一下石头好不好，姐姐。二十万人了，谢谢哥姐们。石斛能放一年的时间，不受潮，干燥的情况下，阴凉干燥的地方可以放一年，没有问题啊。脸上是石斛包子，灵芝包子粉，哥姐们，灵芝包子粉。欢迎你们，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。石斛是特别好的，对，你们很懂，石斛是特别好的。如果懂点养生的哥姐就知道了，石斛是我们九大仙草之首。九大仙草的话有很多东西，像什么灵芝呀、石斛呀、人参呀，但是它就这样子。对，石斛可以把那个糖给你拉啊。刚进来再说一下怎么吃关键。我给你们再讲十秒钟，我真的下了，哥姐，我想着跟你们聊天的，一会儿人多一起分享的啊。直接就这样子抓一点点，抓一点点，然后直接煮粥吃饭，煲汤都可以，好不好？然后的话肝肺脾胃都可以，炖肉也可以，炖汤也可以。让你聊聊天吗？他们就要啊，就要呀、啊、我就是吧，你不来一个你讲一次。我下了，我就是这个一直在要啊。你的哇啊，这么说我吃的要多一些咯。没，差不多，我这要多一些。哇，哥姐们想饿，让你哥姐们吃饭没有，让你多放两个煎蛋。放了煎蛋啊，哥姐们吃饭没有？有煎蛋、啊、都给你吃，来。不，你吃一人吃一个。人吃一个。嗯。是不是吃多了脸过敏？脸是包子粉，哥姐们。不是，拍了什么时候发货？明天发，今天拍的明天全部给你们发走啊。那你说说啊。这就是石头，对，我们吃饭了，哥姐们，我们把车下了好不好？我现在全部下来跟你们聊天了。我要擦一下这个碗，不然有点不美观。他们一直在问我要石斛，一直在问我要石斛。一起讲，不然一起讲，你讲轻松一点。我给你看看这个，不然你看着，来镜头里面看着不好看。山保持了山里淳朴善良的性格，犹如一股清泉。这么多粉丝喜欢你，不上大学是遗憾。差不了。葛根粉还有吗？云南米线卖吗？云南米线的话，石头我给你们找，88到手100克。葛根粉有的，我也想吃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，哥姐们？我只能说，你自己煮一碗喽。这样吃啊？拍了一份，拍一份的话，石斛一个人的话可以吃20天左右啊。88100克。哦，春姐姐那个的话没那个啊。过一下，我少了葱花。鸡蛋也少了，不少，翔哥有一个了，一碗面条我吃不饱，他知道我。哦，对，地址写错的，有个姐姐说她昨天拍的地址写错了，现在能不能改？我刚刚还忘了，江姐姐给我提醒。那个，你联系一下那个客服支持的公司的，联系他，你说你地址写错了，让他给你改，他联系快递那边给你改、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你联系一下好不好？应该昨天拍的都发出去了，你联系就改就行了。你这样子显得我好能吃啊！你看这两个碗，哥姐，你们看这两个碗，看不出来，差不多大。我这是很大的一个。还给我煎的鸡蛋，哥姐们，今天中午我们也吃了那个，现在是带两袖状态，是你们改，你联系客服就行了，哥姐们，是公司的，联系客服啊，联系客服改一下好不好，姐姐？满是垃圾说明还没发出，应该今天晚上发，已经那个了，已经出了单号了，哥姐们联系改就行了。大碗，对，我很能吃的，哥姐们。联系了，好的，联系客服就可以改啊，你们俩还有夫妻相。
是吗？真的吗？上班路上口水来，姐姐快回去煮一。